那各位大伙伴、小伙伴啊，大家早啊！今天有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台湾的原生鱼类。那台湾的原生鱼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题是关于湿地的，或者说我们称它叫做净水鱼或环水鱼哦，这个原生鱼类啊。那我个人呢是新北市新庄区。裕民国小的这个退休老师钟成瑞，那么也是台湾原生鱼类保育协会创会的理事长那今天很高兴呢有这个机会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台湾的原生鱼类那我们先看看呢，在台湾的原生鱼类里面来讲呢我们讲的这一部分是指淡水的鱼类，那它大概呢可以说它的生活环境呢大概就是两大家。溪流里面的呢，大概依照他们的生活环境呢，它的需求，大概是依照水质要求啦，或者是水溶氧的需求，水流速、水温、底质等等，这个我们大概可以呢，简单的看一下他们的生活环境，那最主要呢，我们今天会介绍的着重的重点会放在这个净水域的地方，所以净水域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水质的要求和溪流的就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好，那在这个比较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净水域的呢，对这个水质的环境它的要求并不高，反而是溪流的呢，它的要求就高了一些。好，那溪流的鱼类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呢，它大概呢对于水质的要求，它就是要比较好的，然后呢，相对的净水域呢。就别没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水溶氧呢，它的要求呢是比较高的，水流速呢是比较强的，那么水温呢相对的也是比较低，然后呢，这个溪流的它的底质大概是沙和石头为主，那净水域呢就完全不太一样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净水域部分呢，它的对水质要求就不高了，对水中的溶氧呢，也没有那么的高。它相对比较低，那水的流速呢，它也比较慢，水温呢，它对水温的适应力呢，要求适应力也比较强一点，那它的底子包含了一些这个泥土的底啦，或者里面有很多的水生植物啦，还有呢一些自然落下的一些这个大自然的素材，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台湾的淡水鱼类大概分布在这两个区块。分布在这两个区块。溪流的鱼类呢，我们大致上来讲，应该是这个大家很熟的，当然呢，大家更熟的是希望它出现在2000块的台币，新台币上面。那现在呢，使用率呢大概比较低一点。那这张这个钞票上面它放的就是我们的一级保育类的樱花钩吻鲑。樱花钩吻鲑，那这个大概就是溪流的明星物种。所以讲到溪流的鱼类。我们呢，大概比较清楚的，大概就是这一条鱼那当然，在钞票上面，是看起来呢是比较没有那么生动。我们来看一下呢，真正它的照片它的生态照。好，这个呢大概就是樱花钩吻鲑，大家比较熟悉的溪流型的鱼类溪流型的鱼类。那还有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大概还有什么？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苦花台语所讲的扣灰苦花。那我们它大概会称它叫做固鱼或者呢学名，当然我们就称它叫做台湾产汉鱼那这个学名的部分呢，我们大概我们先暂时不用太在意它，但是我们知道苦花或者是固鱼，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包含它我们所讲的高山固鱼指的高山固鱼也都是它。那台湾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跟它很相似的高山固鱼，那又不太一样。当然，同样它们都是溪流的，但是这个鱼呢，我们比较熟悉一点只要在溪流比较干净的水域里面，比较上游的水域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它。好，那这个呢，大家都会比较更熟悉一点我们讲的马口鱼这个曾经出现在呢我们国小的教材里面那台湾话呢，这它叫做一枝花，也是一枝花，这个所谓的台湾中文蜡，就是因为它身上呢有一条，
如果我们将它头上脚下的话，这一条线呢，这条纹路就变成直的，它就变成中纹，所以它为什么会叫做台湾中纹蜡，就是因为它身上有这条直的这条线，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另外一个呢，台湾石斑，台语叫做九斑，那这个鱼呢，大概也是在溪流里面呢比较常见的，那它已经到了中游左右的环境里面，中游里面环境，接下来这个，这个出手马口拉，那台语呢称它叫做昂鸟，那就是说它在发情期的时候，它的身体呢其实有会呈现粉红色的颜色，我们称它公鱼呢，雄鱼我们就称它叫做昂鸟。那母鱼的话呢，它的体色比较朴素，我们就称它叫做凯哥啊，西哥，那指的大概就是这个鱼啊。出手，那我们刚刚所看的这种马口鱼、九斑，还有这个出手蜡或者称昂鸟的，这个都是属于台湾特有种的溪流的鱼类那当然，溪流的鱼类非常的多我们只是呢，今天我们放的重点是在湿地上面，所以呢。我们简单的叙述几种大家比较熟悉的溪流鱼类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湿地或者我们称它叫做静水域或环水域。那什么是湿地？我想大家大概都很清楚。那关于学术上的定义呢拉姆沙公约里面的定义呢，我们就不去谈它。我们用比较简单、大家比较清楚的概念呢可以知道湿地的它主要元素就是要有水、有土。还有中面有生命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拉姆沙公约里面讲说如何如何，那我们就先暂时把它跳过去那湿地的类型呢，我们一般所讲的湿地呢可能会是有在内陆的淡水湿地内陆的淡水湿地，或者呢在海岸啊、河口啦、像我们所讲的红树林之类的，这样子的也算是一个湿地那另外的呢，人工开垦形成的湿地就像我们现在在大汉溪呢，新北市政府呢在大汉溪这个沿岸呢做了很多的人工湿地那这一部分呢都是属于这个湿地的部分。那今天我们的重点会放在淡水的湿地那河口部分还有人工的部分呢，当然偶尔我们会带到一下。那我们主要还是介绍自然的淡水的湿地。它的一些鱼类那所以在讲到湿地呢，我们同时你要让大家知道一下湿地对我们而言，对地球而言对其他生物而言它的重要性。所以对地球而言呢，我们来讲它其实就像一个地球的肾一样，它可以吸收呢一些不好的水然后呢吸收完以后净化以后，然后再把它排出去，它就好像我们人体的肾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湿地呢它就是地球的肾那对大自然来讲的话呢它是孕育了很多的生命，很多的生命呢它都必须呢依靠这个湿地呢来生活当然对人类来说的话呢，那它更是人类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的来源，因为它有很多的植物很多的动物都是我们人类呢大概呢需要将它呢作为食物的来源。所以呢湿地来讲，对这个地球、对其他的生物、对我们人类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一些湿地的鱼类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目前呢在野外呢可以常常观察得到的这条鱼，小的大肚鱼。好，那我们又称它叫做石纹鱼称它叫做石纹鱼。好，那另外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呢是还是大肚鱼。好，那这只大肚鱼呢它是公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公的和母的它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从最简单的辨识的大概就是这个公的呢，它的臀鳍呢已经变成一个类似交尾器了变成一个交尾器了。好，那母的呢，我们可以回来前面看呢，我们一般所讲的大肚鱼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肚子很大尤其是在它肚子里面有小鱼的时候呢，它这个斑
黑色的斑就会比较明显。当它的黑色的斑越明显的时候呢，就表示呢小鱼要生出来了。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臀鳍来看，母鱼的话呢，它的臀鳍呢，它是呈现一个圆的扇状的，像扇子一样的扇状的。那刚刚我们讲了，公鱼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尖尖的，那是一个交尾器这样子。这个是我们在野外呢比较小型的常常看得到的这个湿地的大肚鱼湿地大肚鱼。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几种偶尔我们到野外去的时候呢到公园啊或者到一些小沟渠里面比较环水的地方，我们会看到这种鱼。这种鱼是什么鱼呢？它其实是孔雀鱼。那这个孔雀鱼跟我们好像在水族馆所看到的孔雀鱼呢又不太一样。有人称它叫做这个野生的孔雀啦。它实际上还是从国外进来的。那雄的呢，当然它的体色呢就比较漂亮比较鲜艳一点。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从它的臀鳍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公的。所以它呢也是一个尖尖的细长的一个交尾器。那母的呢它颜色就比较朴素一点。那母的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还是一样，它的臀鳍呢也是一个类似扇状的类似一个扇状的。所以像这种小型的鱼类呢，江科的鱼类，我们大概判断了公的母的大概就会从这样子的方式来看到。那这个呢大概就是大家在水族馆里面比较熟悉的水族馆里面比较熟悉的观赏类的孔雀鱼它跟刚刚我们看到的野生的好像就不太一样。那我们在野外呢也常常发现有一部分的这样子的观赏的孔雀鱼呢，它也进到了这个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在湿地里面那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比较鲜艳的就是公的，甚至一根交尾器。那这个是母的肚子比较肥大的同样的，它的臀鳍呢已经变成扇状的，比较大块的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野外所看到的孔雀鱼。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些呢我们还能够在一些湿地里面或者在公园里面这个看到的鱼。那这个是在5月24号那今天是几号？今天26号，在2天前两天前的新闻呢讲到台北的大湖公园还有呢碧湖已经惨遭玻璃入侵那这个呢大家所看到这个是什么？这是比较熟悉的琵琶鼠琵琶鼠。好，那这个呢其实它已经在大湖碧湖里面呢已经危害了一段时间蛮长的一段时间了。好，那这个我们看一下刚所讲的这个琵琶鼠琵琶鼠呢大概就是所谓的称它叫做吉甲鲶这个是我们在108年2019年呢在大湖公园呢所看到的。那这个39公分呢大概还算比较小一点比较小一点我们都可以调查到超过50公分以上的这个鱼体。好，那接下来呢在大湖公园里面也曾经发现这样子的鱼那这个是所谓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那这个呢是一个白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体色呢都比较白一点，眼睛呢是红的。所以我们呢原来的一些鱼类如果发现它的体色变得比较偏红，甚至眼睛是红色的呢那它就是一个白子的情形那这个呢也是观赏鱼那居然也能够在这个大湖公园里面呢能够发现它。还有这个这个大概都是我们最近的调查最近的调查。那这个呢它一样也是一般大家在水族馆里面比较容易看得到的，我们称它叫做虎纹鸭嘴鲶这个呢都是在前一阵子呢这个调查到的一个结果。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体型蛮大的它的体型蛮大的。好，那这个呢是我们台湾原生鱼类保育协会呢在去年我们10月份
我们接受新北市农业局做的一个淡水的共识田系的一个生态调查。那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去年的大概大半年的时间呢，每一次下去呢都可以呢尤其是比较稍微再温暖一点的时候呢，都可以抓到这样子的鱼那这个呢是在10月16号，我们在公司田系里面呢3个小时我们就抓了170尾的琵琶鼠而且呢我们只在某一个区段，这个区段大概超了50公尺不到在原区段呢就抓了这么多的琵琶鼠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呢，这个外来种呢琵琶鼠呢它其实在我们的野外呢蛮严重的。那这个呢，这是在碧湖公园在台北市的碧湖公园，内湖那边碧湖公园那我在移除琵琶鼠的时候的一个现场的状况所以都是用流刺网，那一下去以后就发现呢有很多的琵琶鼠那这个呢都是在公园里面在我们一般接触的在环境里面呢比较多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刚刚在新闻报道里面讲的玻璃鱼。好，这个玻璃鱼啊体型不大它只有2-3公分大而已它只有2-3公分大，可是呢它却在碧湖公园里面呢出现的频率非常的多，而且几乎每次去呢每次都会有收获每次都会有收获，而且收获的量呢也都还不少。所以呢这种鱼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在日月潭日月潭呢听说玻璃鱼的出现以后呢，它因为喜欢吃食鱼卵，所以呢就会造成很多的鱼这个鱼卵呢它还没有在孵化成小鱼以前呢就被玻璃鱼吃掉了。同样的，它现在呢也正在到处呢都可以充斥着这样子的观赏鱼所以从这张呢在台湾海洋白玉这个渔业永续基金会呢，他们就做了一张碧湖公园它的外来种，所以就可以看到很多包含了鱼、龟等等这些呢大概都是在碧湖公园里面呢它的池塘里面呢所调查出来的这些鱼类。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外来种呢他们可以抓到这么多的外来种那这个呢是在新隆公园在新隆公园里面，台北市的新隆公园距离我们这边还蛮近的那么这个已经是经过我们一段时间整治一段时间以后再来还会出现这样子的。你看荧光斑马鱼它是荧光的斑马鱼这个呢也能够出现在我们都会区的这个环境里面这个是在新隆公园里面。好，那这个呢在二重疏洪道蛮多的三星斗鱼最主要所谓三星就是它鳃盖这边一个，这边一点，这边一点，所以称它叫做三星斗鱼。好，那这个鱼呢其实在大汉溪流域的一些比较湿地的地方大概都会比较多发现那我们呢也曾经在屏东南部的屏东呢也发现蛮多的鱼。那屏东那边的人士告诉我说这个是台湾原生的，可见在这个鱼呢进到那个地方去，进到野外的环境呢其实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并不清楚这个鱼呢其实它还是属于外来种的鱼类属于外来种的。好，那接下来这个是在树林新北市的树林的一个鹿角溪湿地。好，那当天呢我正好碰到一位外籍移工朋友呢他们呢刚好正在钓这一条这个线鲤我们叫泰国鲤，那我就跟他借了鱼呢跟他拍了一下那这个鱼呢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做一点介绍。好，那这个呢有时候有些人会讲说我在野外好像看到了很多橘色的小鱼，很漂亮而且呢它都是一群一群的像鱼球一样的那实际上它就是泰国鲤的幼鱼泰国鲤幼鱼呢为什么会在台湾泛滥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它小的时候颜色还算鲜艳算漂亮，所以呢就被观赏鱼
这个水族业者他们引进到台湾来。那引进到台湾了以后呢，就再慢慢的养，再慢慢的养，养大以后发现跟他原来的呢，我们讲说女大十八变，可是这鱼呢没有想到呢，他这一天呢几米短几寸这样子，就慢慢他的体色也慢慢改变，改变以后就发现变灰黑色的，跟他们想象中的那种美丽的憧憬呢全部都被打散了。于是呢他们就把这个鱼呢放到野外去那这种呢既然被称为鲤科的鱼呢被称为鲤科的鱼呢基本上它都是很凶悍的，就像我们最近呢比较话题比较多就日月潭的这个小盾鲤，他们在那叫做鱼虎那也是一样它也是在野外呢这个泛滥的非常的严重。尤其这种鲤科的鱼类呢，它们有一种特性，它就是会护幼，它会保护它的小孩子。当我们在水面上看到一群鱼球的时候，它的亲鱼爸爸妈妈就在底下守护着它们，所以万一有其他的鱼呢过来的时候这个亲鱼呢他们就会冲过去把它吃掉所以呢基本上他们也是非常护幼的。所以他的小孩子慢慢大了以后，你就想想看这个鱼球呢这鱼球动辄就是几百只，它一长大以后呢它的数量呢就非常的恐怖。那当然对他们都是属于这个肉食性的这个鲤科的鱼类都是属于肉食性的，当然它就会呢大量的去这个追食这个一些在水域里面的这些生物。好，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比较在水域里面比较常常看到，这个就开始属于无锅鱼相关的亲戚，我们都称它叫做雌鲷科。雌是慈祥的雌那这个为什么会被称为雌鲷科？同样的它也是会很努力的保护它的小孩子，就像慈祥的母亲一样他非常努力的去保护他的小孩。好，这个鱼呢我们在野外如果看到他的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呢颜色是非常鲜艳的而且呢他这个地方有一个蓝色的斑块，边边呢其实镶了一圈这个美丽的颜色，所以有人就把它称它叫做西德蓝宝石这在水族馆里面可以看到，实际上它就是巴西祖母鲤鲷，所以它是雌鲷科的这个呢在野外我们不难看到它的踪迹。好，那这个呢大家就比较熟了感谢吴先生和郭先生呢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呢从南洋带到台湾来所以当时候我们就以他们两个人的姓氏呢去称他为这个鱼呢来做命名所以我们就称它叫做无锅鱼，所以也有人称它叫做南洋鲫那南洋鲫就是因为他们两位先生呢从南洋，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东南亚的地方带到台湾来，所以有人称也有称它叫做南洋鲫这个呢这个是在野外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连这个都出现了连这个都出现了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称它叫做花罗汉也是雌鲷科的，它也是雌鲷科的这个在水域里面呢，而且这个在居然能够在溪流里面呢也都能够发现到它的踪迹。那这花罗汉呢其实大家比较熟的应该是这个因为在这个观赏鱼里面呢他们呢很喜欢把这种鱼呢拿来做杂交，而且呢养到最后呢这个头部呢越隆起的话呢它的价格越高它的价格越高。那这个就是呢在这个观赏鱼业者呢他们喜欢而且热爱的这个鱼花罗汉所以呢他们在市场上面被炒作到最后呢大概一条鱼呢动辄都是几万块几万块这样子这样子的这个是观赏鱼的花罗汉。然后接下来呢在野外呢对台湾原生鱼类尤其是湿地的这些鱼类来讲话最大的梦魇就是它那这个我们一般讲的鲈鱼我们吃的鲈鱼我们称它叫大口黑鲈。好，那这个为什么称它大口黑鲈？你就会看到这个嘴打开这么大，那所以呢这个鱼呢如果是它嘴巴张开能够吞得下去的它都吃，所以台湾的小型鱼类很多的小型鱼类呢
大概就进到他的肚子里面去，所以他呢是湿地的小型渔猎的很大的一个杀手。这些鱼呢，其实我们刚刚上面所看到这些鱼在哪里看得到？你要看的话呢，大概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越靠近都会区的地方越多。那我们刚刚说为什么？因为他们原来都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这是什么？我们讲的水族馆。我们讲的水族馆。那这些水族馆的鱼怎么会跑到大自然去呢？怎么会跑到大自然去呢？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想想看，是不是跟我们人类很接近，跟我们的生存环境很接近？那跟我们的生存环境很接近的话，这些鱼原来是从水族馆买来以后养在我们的家里面，到最后为什么会到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去呢？或者我们刻意制作的一些湿地环境里面去呢？我想应该就是所谓的放生了。那很多人呢，他们在养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不想养了，那这时候他们有的人就会把美其名叫做放生，而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它其实叫弃养。那弃养以后呢，它对这环境上的伤害呢，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可以呢考虑一下，你的放生真的是放生吗？如果它不适应这样子的环境，它死掉了，你的放生是不是变成了放死？如果它适应了这样子的环境以后，它的食量呢很大，它的繁殖能力很强，这时候原来生存在那一块区域的原生物种，它是不是会受到了压迫？那甚至呢，被当作是一个猎食的对象，这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你的放生行为可能就变成了杀生。所以呢，我们发现越靠近都会区的地方的水域，刚刚我们所叙述的这些鱼类呢，它们出现的频率就越高，有小到两三公分的，有大到呢一公尺多的，这些鱼类呢都会在这个环境里面出现，那就表示可能是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行为呢所带来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讲说不当的放生呢，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当然它可能会伤害动物和大自然的环境，比如说将动物的商品化啦，放生过程啊伤害动物啦。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放生的过程呢，他们其实是有点粗暴的。然后呢，你放完了以后，接下来呢又有人在后面再把它抓回来，所以它是反复的放捉放捉，这样子反复的捉捕。那放下来的环境里面呢，它是不是跟原来的它这个生物呢，它的环境呢，生活环境是一样的？那它是不是呢能够生存？那假设不能生存，你放下去这么多的鱼，最后是怎么样？就等于放死了。那另外一个呢，你放了一次放了这么多的鱼，会不会超过你所释放环境的一个负荷？我们讲说大自然的演化呢，它到了最后呢，就是在一个环境里面，它就是有一些适应的物种，而且呢它可能只能有多少的数量存在。所以我们一次放进大量的这些鱼类呢，它可能就会超过这个环境的你释放环境的负荷，而且呢它就会导致环境的这个生态的失衡，然后产生一些野生动物呢它可能会被捕捉，还有外来种一个入侵的问题。所谓的入侵，我们讲它说的入侵，就是说它外来的物种进到这个环境以后，它可以在这边开始繁衍，建立族群，而且呢它对原生的物种呢造成了压迫，造成了伤害。那这样子的问题呢，就会将原来的一个环境呢的生物呢可能这个全部都把它吃光光，那这个可能就会对原生物种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杀生的行为了。所以呢我在想，你要不要加入一个放生的行列？要不要加入放生的行列？那这个放生呢，不只是对台湾原生鱼类，它可能对同时生存在这个水域的一个自然的这些原生物种呢，都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伤害。所以我想呢，我们真的要再好好的考虑一下，究竟我们要不要呢放生？放生呢，
是不是真的是放生，还是会伤害其他的生物。好，那在2021年的时候，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农委会呢，他已经定了一个法则，禁止乱放生，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一下，那最高可以罚到250万，最高可以罚到250万。所以我们在放生的同时，不只要考虑到对环境的伤害，是不是对你的荷包也会造成伤害，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呢就要考虑一下，放生也许呢，你会认为你把一个生物呢，一个生命呢，放出去了，可是呢，它会不会造成伤害，对你，对大自然，都是一个可以想象。好，那刚刚我们前面所介绍这么多的鱼啊，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统称它叫做外来种，都可以称它叫外来种。那今天我们要所介绍是原生种，那什么是原生种呢？我们简单的概念就是说，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形之下，在还没有人类活动以前，这些物种呢就已经到了台湾来，的情形之下呢，这些物种我们就可以称它叫做原生种。那台湾的鱼类呢，大概有原生的鱼类呢，大概差不多有200多种，其中还有40几种的特有种。那这个特有种呢，我们在最近呢，这个特有种的数量呢还在不断的增加，因为呢学术上的研究呢，就发现，有很多的生物呢，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它好像在其他的地方呢并没有出现，所以呢台湾的关于鱼类的部分，淡水的鱼类部分大概就有40几种，那但是外来种呢，就是透过人类的力量，人类的干预以后呢，它才会到外面，野外的环境呢，然后呢，让它在野外的环境呢生存下来。那这个生存了下来以后呢，也将近差不多40种，它也能够在野外建立族群，那我们称它就叫做外来的入侵种。不过现在呢，这个40种，我想可能数量还在不断的增加，还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呢，我们大概可能简单的区分一下原生种和外来种，它的一个定义。好，那湿地的原生鱼类，我们先讲一下它所面临的危机是什么。台湾的一个湿地它所面临的第一个，它是来自污染，不管是药物的污染，或者是工业的污染，或者是人我们家庭里面所排出的废水的污染等等都是，第二个湿地所面临的问题，一个是水源，尤其在天气呢，最近这几年当中呢，天气的变化很剧烈，我们可以看到前两年，这个台湾呢，下雨呢就比较少一点，所以呢，有很多的湿地，我们在野外的观察发现，有很多的湿地呢，它的水就干涸掉了。干涸了以后，这个在水依赖在水里面生活的这些生物，它就死了。湿地这个生物死了以后，纵使水回来了，它也回不来了，因为它就没有了。这个水一干了以后，它就没有了。所以水源的一个不稳定呢，也是湿地呢，这个原生鱼类呢，这个会灭绝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土地，土地的可能呢，我们会受到一些土地的这个开发的问题，比如说人为的开发，或者我们所碰到的很多的湿地呢，把它改成建筑物，或者呢说可能改成从湿作改成旱作，农业的行为，那这样子呢都会影响到原来生存在这个湿地里面的环境，那最大的问题其实在外来种的入侵，外来种入侵，因为外来种这些外来种呢，它到了野外适应以后，普通来讲它都是比较凶悍的，那台湾的一些原生的鱼类呢，尤其是湿地，它的体型都不大，那所以呢，他们这些外来种到野外适应以后呢，当然原生的鱼类就被它吞噬了。所以呢，这个也是呢，在淡水鱼类里面来说呢，是第一个鱼类非常危险的，这个一些因素，那这样子的情形来看，所以台湾的原生鱼类呢，处境确实是越来越危险了哈。所以因此呢，我们把这本书里面呢，稍微把它整理出来，
也就在2017年呢，林务局农委会的林务跟渔类呢，做了一本台湾淡水鱼类的红皮书，那在其中呢，我们将湿地型的这个原生的淡水鱼呢，把它整理出来以后，那大概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就被分成了这些等级，当然灭绝就不要看了，灭绝就是完全没有的，那接下来是野外灭绝，野外灭绝呢是什么意思？它可能是野外灭绝，可是可能有一部分被人工保育下来的，或者呢一部分的区域呢这鱼类没有，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湿地好了，同时的这个鱼呢在好几个湿地，可是因为这个湿地刚刚我们讲的上面的几个因素，其中的一个污染啊，或者是土地变更等等，那这个湿地干涸了以后被污染了以后，这个地方的鱼呢它就没有了，就灭绝了，但是它可有可能在还在其他的地方会有，这个我们称它叫做区域灭绝。好，接下来就按照不同的等级呢划分出这样子的极为的、濒危的、易危的，还有接近可能受到威胁的然后还有一个暂无危机的这样。那我们把湿地这些原生鱼类呢，我们稍微把它整理一下以后大概可以看得出目前的这40种的鱼类呢，他们可能就规划出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调查出来以后呢，今天这样的结果。而在这40种鱼类呢在民国98年已经有10种鱼类被政府列为保育类了。刚刚我们所看到的樱花钩吻鲑，樱花钩吻鲑是非常早以前就被政府列为一级保育类，倒是98年的时候它仍然还是被列为一级的保育类那但是呢，我们等一下会介绍一点湿地的一些保育级的鱼类，当然是保育的部分呢，我们就尽量不去碰触它因为关于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它是有很严格的规定你这些呢野生动物呢，尤其被列为保育类的呢我们尽量不去碰触它。好，那被列为保育的呢有大概差不多有4种，我们归纳出来大概有4种可以在湿地的环境，我们刚刚讲说什么是湿地，也就是有土有水有水生植物，而且是比较近水域的比较环水域的这样的鱼类这个是巴氏隐居那这个鱼呢大家很陌生，可是你讲到樱花钩吻鲑的时候大家都很熟，它却是跟樱花钩吻鲑同等级的一级的保育类那目前呢大概是在这个区域大概是在台中在台中在草屯那台中草屯这部分呢现在正在有一个工程有一个工程正在威胁到它的栖地他们就是台中草屯那一带的他们现在呢栖地正非常的面临呢非常危险的状况那这个因为它是被政府列入保育的，所以我们不能呢碰触，我们只是介绍给大家知道。那这个也是在中部台湾白鱼这个也是在中部被列为二级的另外呢这个在我们北部尤其是在内湖、汐止、南港是它最主要早期的一个生活的区域这个被列为三级保育类的这个是台湾，我们称它叫做台湾梅氏鳊，或者称它叫做台湾细鳊它是呢也是被列为保育的过来是这种第4种第四种呢叫做大林梅氏鳊那这个已经在台湾没有了已经在台湾消失了大概差不多在40-50年前呢在南部呢还有发现这样子的鱼类，可是呢现在台湾通通都没有了那这个鱼还有没有？有，现在只剩下在金门，只有在金门有，自然的环境里面还有它所以呢以上我们所介绍这4种都是湿地在2017年红皮书里面被列为呢比较被政府列为保育类的鱼，但是还有其他的呢比较危险的并没有被政府列入保育的我们整理出来了大概濒危类的大概3种，易危的是2种，还有种受到威胁接近受到威胁的大概有2种总共有这7类的鱼。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好，这七类的鱼呢，哦，这个是菊池四系蓟，哦，现在比较红的，大概炒的比较红，大概就是在台东的大坡池，啊，那么有一些单位呢，他们将菊池四系蓟呢，哦，放到这个大坡池里面去，哦，但是呢，这个动机是好的，哦，但是我想中间还是有一些因素必须考虑，我们在这边呢就不赘述了哈，啊，那这个是菊池四系蓟，啊，那这个呢是在南部的中南部的啊条纹小蛙，啊，其实它你可以看到它颜色还蛮鲜艳的，啊，另外一个呢在中部以北的啊，包含到了桃园这边啊石泥四小蛙，啊，那我们后面会讲到说我们曾经在啊，上个月在永建国小这边呢，啊的马明台里面放了一批啊，这个史尼斯小巴来复育，啊，那这个大概是我们简单整理出来，大概被列为濒危的哦，啊，三种湿地型的鱼类，啊，那过来这个菊池四系蓟哈，啊，简单的来看一下它的啊一个，好，史尼斯小巴呢，你可以看到啊有比较鲜艳的颜色，那这个就这两只就是公的，啊，这个比较朴素的呢，这就是母的，哦，那它也是算讲起来有一点观赏价值的哈，哦，啊，史尼斯小巴，好，那条纹小巴呢也是一样，哦，公的也是一样，哦，它呢也有腹部也有红色的婚姻色，当它进入繁殖的季节时候呢，它这个婚姻色呢就更明显，啊，哦，这三种呢大概都是被列为啊濒危的。那被列为异危的，哦，就所谓的七星鲤，哦，然后呢还有一个清江鱼，哦，这两种，那这两种呢刚好这个是体型比较大的，它可以大到呢，哦，大概30公分以上，这个是比较小的，它大概只有两三公分大，哦，但是这两种鱼呢它都被列为异危，我们后面介绍，好，那我们可以简单的哦，看一下这首童谣，哦，这首童谣在西北语里面呢，它其实就介绍了三种台湾的原生鱼类，包含被传播的吉拉鱼，哈，哦，啊被胖罗过的高台兄，跟梅兰博头杀兽。那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七星鲤，实际上就是这个高台，台语讲的高台，啊，哦，胖罗过的高台，啊，哦，那所以这个七星鲤呢，哦，这个高台呢，它也是在湿地里面。我们刚前面有讲到。只要是鲤科的鱼呢，大概都比较偏肉食性，哦，比较偏肉食性，哦，可是它却不是另外一种鲤的对手，哦，我们等下介绍一下。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钩呆，台湾所说钩呆，哦，好，那这个钩呆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呢，哦，它跟泰国鲤的比较。刚刚我们讲说，我们钓到了，看到外籍移工朋友他们钓到了这个什么泰国鲤，所以我就把它借过来拍一下。那我们常常也把七星鲤和泰国鲤呢，哦，混淆了，哦，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让大家，哦，能够分辨一下，哦，七星鲤和泰国鲤它不一样的地方。哦，泰国鲤当然你看到这个泰国两个字，你就知道它是外来种，哦，然后我圈出来的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是我们是所谓的什么胸鳍，哦，它的胸鳍是这样子，然后呢我圈出来这个部分呢，哦，它的体型其实跟七星鲤很像，那这两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做七星鲤和泰国鲤最大不同的地方。我们再讲一次，这边它是有胸鳍的，哦，既然是有胸鳍，那可能呢它一个有一个没有，那我们就对照一下，什么有什么没有。好，我们看这张，这是七星鲤。哎，刚刚我们讲泰国鲤它有胸鳍啊，可是我们原生的七星鲤没有胸鳍。好，哦，第二个呢，我又圈出来在尾柄的部分，鱼的尾柄的部分，我又圈出来一个，啊，哦，这个有什么？有一个圆印，哦，有一个圆印。那泰国鲤呢？没有。哦，泰国鲤没有鱼，所以我就从一无一有当中，我们来判断它是七星鲤还是泰国鲤。因为从野外的环境来看，他们的如果不仔细的去观察它的话呢，其实你不太容易能够分辨七星鲤和泰国鲤不太一样的地方。
啊，七星里没有的是凶气，七星里有的是土地公元印，啊，这个元印。好，那泰国里当然就刚好相反，有凶气无元印，它是无凶气有元印，啊，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呢，我们现在在野外看到的应该都是它，看到都是它，啊，所以我们讲说，那这个七星里它是肉食的，泰国里也是肉食的。问题我们的清晰点比较含蓄、啊哦、如果泰国里进到七星里 这水域里面来的话，最后都是七星里被 over 被 KO、哦、所以、这外来种、哦、进来的真是还蛮危险的、哦、那这个是我在学校里面在富裕七星里的时候呢、哦、阳山水族箱里面各位可以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黑点，这些密密麻麻的黑点呢，都是它的小鱼，都是它的小鱼。啊，所以它一次出来这么多，那它为什么会消失？为什么会没有？当然，我们讲说刚刚讲过，说它就不是泰国里的对手。第二个，他们兄弟姐妹会互吃的，啊，爸爸妈妈会很尽心尽力的照顾他们，可是兄弟姐妹会互吃，为什么？因为野外的食物没有那么多，我必须、哦、把你取代掉，我才有生存的机会。我们刚刚讲说它是肉食的、啊、所以我不把你吃掉，我将来可能我就没有食物可以吃。所以他们的一个一次生这么多出来，其实就是牺牲小鱼完成大鱼，就是这样子。所以它在野外的环境里面来讲，到最后存活下来的可能也是少数的几只而已。那这么多的很多都是要成就它的兄弟姐妹哦、好，这个呢大概是我们所介绍的七星里。那野外的七星里呢，我们调查的环境大概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湿地环境、哦、很环水域的环境，可是这样环境呢一直被破坏当中，所以七星里呢在野外就会越来越少。好，过来是清江鱼、哦、清江鱼呢它跟大肚鱼很像，可是它大概是台湾淡水原生的淡水鱼类里面体型最小的哦、它只有两三公分大而已、哦、它只有两三公分大。那这个呢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呢应该是不容易看到它，因为它的栖地呢、非常的少之又少、哦、那如果我们假设有机会呢去碰到它的话，你要分辨就是从这个臀鳍、哦、那清江鱼呢它们基本上都有一块大臀鳍、哦、然后呢这个背部呢，雄鱼的背部它是有一个缺角、啊、它背部有一个缺角，你可以看得到这里、啊、然后呢公鱼呢它的臀鳍是很大的、啊、公鱼的臀鳍很大、啊、这个是清江鱼、啊、然后呢我们再看母的、啊、母的呢你就可以看到、啊、它的背鳍呢就比较完整，没有像刚刚我们所讲的它有缺角的、啊、然后呢它的臀鳍呢也稍微比较哦、小一点，它的臀鳍呢也比较小一点。那在繁殖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会把卵挂在它的泄殖孔，所以从这边你可以判断它是卵生的、哦、它是卵生的、哦、这个在野外呢我们几乎是看不到它的、哦、几乎看不到，但是它是被列为异尾、哦、被列为异尾、哦、好，这个我们刚讲的大肚鱼、哦、所以呢很容易可以判断的出来它的臀鳍没有像刚刚清江鱼的那一大片的，不管是公的还是母的、啊、然后再看公再看母的、啊、也是一样，它也没有一大片的臀鳍。所以假设我们今天呢能够在野外发现两三公分的小鱼、你把它采集上来看到有臀鳍，那你是发现了宝、啊、因为呢它是在野外呢几乎呢哦、少之又少，很难去发现到的、哦、这个清江鱼。那大肚鱼呢我想到处通通都有、哦、只要呢、我们人类能够活动的一些公园啊、哦、比较环水域的呢都能够看到它、哦、都能够看到它、哦、那我想把清江鱼和大肚鱼呢做一个简单的、哦、比较、哦、那清江鱼呢基本上它是台湾的原生鱼类啦、哦、那大肚鱼呢它其实是在日治时期哦、日治时期呢被引进台湾来的、哦、被引进台湾的，它原来是、哦、美洲的水域，
那最主要是因为当时候日治时期的时候呢，台湾的卫生环境不好，疟疾很多。那大家知道疟疾呢，它的传染是来自蚊子，来自蚊子。那如果能够把蚊子的这个小孩子呢，先把它控制下来的话呢，可能疟疾蚊子就不会有那么多。所以日本人呢，在他们就从北美洲引进了这个石纹鱼，大肚鱼，放大量的放在台湾的水域里面来吃蚊子的二虫解决，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大肚鱼呢就开始在台湾呢慢慢慢慢的散开来。好，那它散开来以后呢，就压抑到了，清江鱼，所以清江鱼呢，基本上呢，我们讲说，它的繁殖方式它是卵生的，那大肚鱼呢？它是什么？卵胎生，它一生出来就是小鱼啊，它就有觅食能力。而卵生的鱼呢，它从孵化出来以后，它开始消化它的卵黄，然后一直到它能够觅食，大概差不多7到10天的时间。所以它在这个时间呢，它的体型很小。那因为它们生存的环境是在重叠的环境里面，所以大肚鱼的小鱼出来以后，就把清江鱼的小鱼呢吃掉了。清江鱼的小鱼呢吃完了以后呢，等到清江鱼的成鱼老死了，清江鱼就灭绝了。所以为什么清江鱼呢到最后只要跟大肚鱼一起在同一个水域的话呢，清江鱼呢几乎都灭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生存的环境呢基本上就是在近水或者是缓流水域，那跟大肚鱼呢它的环境也刚好是重叠。尤其是这个大肚鱼呢偏肉食性，那清江鱼呢基本上它其实它是属于杂食，什么都吃，不像大肚鱼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大肚鱼进到台湾来以后呢，清江鱼就慢慢慢慢的消失，一直到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野外的环境里面呢几乎看不到清江鱼，我们只能在少数的水梯田的环境里面我们才发现得到它。发现到它，这个是关于清江鱼。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清江鱼其实很多产，每天都在生，它每天肚子都挂着蛋，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一颗一颗小小的而且长出眼睛出来的这些通通都是清江鱼的卵，这是一颗水芙蓉，所以在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已经有20-30颗的卵在上面。所以它其实基本上呢它繁殖能力算强，但是呢它拼不过其他的鱼，只要有其他鱼跟它在同一个水域里面它就会消失。所以它的生存环境就是在很环水域，几乎不需要水流的，不需要氧气的那样子的环境它就会活下来。问题是大肚鱼也跟它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面，大肚鱼就会把它消灭掉。那这个是呢我们利用这个3尺6尺的盆子来赋予这个清江鱼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里面种了很多的稻子。那为什么会种稻子呢？因为它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所以清江鱼呢又被称为稻田鱼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我们在里面种了很多稻子，那这些稻子呢刚好呢形成它的水呢也不需要深也就是大概10几公分就可以了，而且呢它冷热皆宜，也就是它对温度的这个承受度呢耐受度的都还蛮高的都还蛮高的这个是我们呢做一个清江鱼的富裕那新北市的裕民国小呢就特别为了它打造一个这样子清江鱼的家。这个环境不大，这个环境呢大概只有差不多6平方公尺左右，也就是3公尺乘以2公尺。那我们里面种了很多的原生的水生植物这里面也就只有清江鱼那这刻意为清江鱼打造这个环境。那接近兽协的呢大概是这两种高体旁蜱，台湾话称呢叫做古塞季啦牛屎季另外一个这个盖斑斗鱼大家比较熟盖斑斗鱼在98年以前呢是被列入保育的，那到了民国98年它就从保育名单里面拿掉了，所以盖斑斗鱼从98年以后就不再是这个保育类的鱼了但是他们呢都是在红皮书里面还是被列为接近受到威胁的鱼种
那高铁旁边呢，它同这个母鱼啊公鱼呢，它的颜色比较鲜艳，啊、哦、比较鲜艳，啊、哦、你可以看到它身上呈现了很多哦金属的光泽，有粉啊、这个粉红色的啦、蓝色的啦、紫色的啦、橘色的啦等等，啊、哦、那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高铁旁边的时候惊艳，台湾居然会有这么漂亮的小鱼，哦、非常的漂亮，啊、哦、那这是雄鱼。啊、哦，那它的母鱼呢，颜色就比较朴素，它刚好跟它生存的环境，啊、哦，小池塘的环境，哦，是相吻合，所以无形之中它就，哦，被保护下来。为什么？因为它的体色正好跟它的生存环境是相仿的，啊、哦，所以可以说它的身体其实就是一个保护色，啊、哦，它那当然这条呢，你可以看到这条，啊、哦，这个就是它的产卵管。好、哦，它的产卵管，好、哦，那这个是高铁管。那他们呢，在繁殖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保母，啊、哦，也就是我们讲的圆棒，啊、哦，或者台语所说的蚕杯，啊、哦，田杯，啊、哦，或者甚至中部呢，我们称它叫做蚕兜，啊、哦，田刀，啊、哦，等等。那他们呢，就会把卵呢下在这个啊、哦、田棒里面，啊、哦，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这里面有一颗棒，那这个母鱼呢？那刚好产卵管下来，他们就会去找找这个蚌，啊、哦，找这个蚌呢，然后他们自己知道，哦，他们必须要产在哪里。好，蚌呢，大概我们如果把它竖起来的话呢，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入水口，它有一个出水口，啊、哦，入水口就是它吃食物的地方，出水口就是它排泄的地方。好，那我想请问大家，它会把卵产在入水口还是出水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看看，好，那也许你会认为是入水口，可是我们刚讲这是它吃东西的地方，你产在这个地方的话可能就被消化掉了，好，那所以它是产在出水口。那它怎么知道呢？哪个是入水口，哪个是出水口？它们也会有感觉，因为水出来的时候会有压力，所以它们会知道那个是出水口，所以它就会把卵产在那个出水口的地方。好，所以高铁旁边要生存下来，一定要有这个保母，也就是说一定要这田蚌，哦，它才能够生存下来。好，那这个盖斑斗鱼呢，我想大家比较熟呢，我们就不太赘述它了。它主要是因为它也是很喜欢吃孑孓，哦，但是它呢恐怕就没有像大肚鱼呢，它需要的水位可能还比较高一点点，哦，所以在九十几年的时候呢，九十年左右呢。哦，新北市当时候的台北县，哦，就孵育出很多的哦盖斑斗鱼，然后给学校。好，哦，因为当时候每个学校呢，很多学校都有所谓的生态池啊。当然，这个生态池是不是叫做生态，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就叫它叫做生态池就对。那所以呢，生态池里面有很多的不流动的水，你知道蚊子最喜欢那种不流动的水，哦，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孑孓，哦，在里面，啊，所以台北县呢，那就富裕出这一批的盖斑斗以后，就广发给，哦，台北县的学校。那我们学校呢，裕民国小拿到这一批鱼，从这条鱼开始呢，我才开始进入原生鱼类的，哦，开始接触到原生鱼类，啊，哦，那最主要就是它能够帮忙的吃孑孓，好，哦。那母的呢，它也是同样比较朴素一点，哦，公鱼是比较鲜艳，大部分的鱼类都是这样，公鱼都比较哦鲜艳一点，母鱼朴素一点，哦，母鱼朴素当然就跟它的环境有关系，因为它的保护色，身体的保护色，哦，跟它的栖地生活环境是相仿的，差不多的，哦，所以呢，母鱼呢大概都比较哦颜色比较淡。那刚刚我们讲过说这个，哦，我们有讲过。好，哦，这个它的灭绝风险呢，再分成这么多的等级。那刚刚我们介绍到这个地方，从极危、濒危、易危到接近受血这边，那还有一些目前在野外来看还算比较稳定的，没有被列为危险的，暂时没有危险的，那只是暂时没有危险。如果我们的环境继续破坏的话，我想可能。在继续检讨这个名单的时候，
可能有些鱼类的它的等级就会被做调整，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清江鱼，清江鱼可能到最后从易危可能会往上提升，啊，因为它在野外的环境呢真的越来越差。啊，有哪些呢？刚刚我们所介绍的需要保姆的鱼，我们介绍一个高体胖皮，它是接近寿血的。那还有两种台湾石斛，还有一种叫做现在数据比较少的，目前只看得到的大概是在桃园地区。那我最早接触到这个地方这个旗士石斛的时候，其实在我小时候在碧湖公园就有出现了，哦，内湖那边的碧湖，啊，哦，那我以前小时候是读内湖国校嘛，所以碧湖就在我学校的旁边，啊，哦，所以这个碧湖呢，那时候就有这个鱼出现，还有呢，在汐止的翠湖，哦，他们都有这个旗士，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把它归列出来说它叫旗士石斛，当时都叫做台湾石斛。后来才发现这种鱼跟台湾石斛不太一样，啊，但是因为它的数据还不够多，啊，所以还没有把它列为，啊，是什么样子的等级，啊，但是它们都有一个特色，它们都是需要找棒，啊，需要保姆，啊，那台湾石斛这只，啊，所以呢雄鱼也是一样，啊，它的身体呢红色黑色还有一些带着金属光泽的，啊，这个色彩，啊，那母鱼的话呢就是比较朴素的，哦，你可以看到几乎像我这样的环境你几乎有时候看不到它，哦，那就是模拟它原来的环境布置下的环境，哦，这个呢看起来是它的保护色，哦，那所以呢这个是另外一种旗士石斛，哦，因为它的旗你会看到黄的，哦，然后有橘红的，所以呢旗士石斛又被称为黄旗石斛，也就是说呢它的鳍是黄色的，又被称为黄鳍石斛。那母鱼呢一样也是很朴素，哦，没有什么色彩，哦，它们同时都是需要这个棒。那跟刚刚的高体旁皮不太一样，高体旁皮它需要的圆棒呢大概普通会到手掌那么大，哦，那这个多大呢？这个差不多就只有这小这个棒棒腿这边小的，这差不多只有这么大一点点而已，啊，那最主要是跟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啊，高体旁皮喜欢生活在比较静止水域的皮塘里面，那这个石斛不管是台湾石斛或者是旗士石斛呢，他们会喜欢生活在稍微有一点水流，我们讲的环水流的，啊，这个环境里面。那环水流的话呢它的棒就比较小颗，它不能太大，太大可能就被 水流带着滚走了，而田蚌的话呢因为它是在静止水域的，所以它比较大颗，它直接插进泥土里面就 OK 了。那这个呢石蚌呢它必须体积比较小一点，哦，不然它就被水流带着走，哦，所以他们这两个为什么会保姆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主要是跟它的生存环境有关系，哦，那另外我们可以可能看到的有一种我们常常听到钓鱼人他们讲的尖嘴啊尖嘴啊尖嘴仔，哦，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罗汉鱼啊，哦，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罗汉不一样，哦，那个观赏鱼的罗汉鱼就不太一样，这个鱼呢也是小小的，它就是差不多五六公分那么大而已，哦，五六公分这么大而已，哦，这个是我们在皮塘里面如果是自然的人工皮塘，自然的皮塘里面就比较容易发现，人工的皮塘可能就不太容易发现它了，哈，好，那在皮塘里面呢的底层水域里面会发现到这样子的虾虎，我们称它叫做极乐吻虾虎，台湾话称它叫做高干嘛，哦，那这个是在底层的水域里面，尤其是池塘的水域里面呢比较容易发现到它，哦，那过来就是这个我们所讲的猴溜泥鳅，哦，这个泥鳅呢大概也是，哦，在湿地的池塘环境里面比较容易看得到它。另外一种它比较体型稍微大一点的称它叫做大龄泥鳅，也称它叫做猴溜，哦，那放生的团体里面呢，哦，大部分都放这种我们所知道的，哦，而且它放下去以后很好玩，前人放鱼后人捞鱼，哦，他们在这边放生的放生团体呢，哦，放完了以后走了就会有人再来继续再把它收起来，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反复的捕捉，你放我抓，
我抓完以后再卖给你，你再放，我再来抓，就变成这样反复的这样子做这种。那因为它的体型稍微比较大一点，不像我们刚刚所讲这个泥鳅了，这泥鳅的体型就比较小一点，所以放这个大一点呢比较有看头，哦，体型比较大，而且呢抓起来呢，哦，量也比较多。好，这个是在湿地里面。啊，另外呢这个就是鳝鱼。啊，这个鳝鱼呢现在野外环境里面呢比较不容易看到台湾原生的鳝鱼。啊，我们反而看到呢体型比较大的，我们可以在关渡啊，关渡那个地方啊，他们有一些摊贩在那边卖的鳝鱼，那个鳝鱼都是外来种的。台湾的鳝鱼呢是比较小的，而且我们可以从它的腹部，哦，从它的腹部来看，它的腹部呢其实是有花纹的，哦，有很多的花纹，你可以看到这整只都是有花纹的，哦，那我们在野外或者在关渡那边，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可以观察一下，它的底下肚子呢它是白的，哦，也就没有像这么多的花纹，哦，当我们看到的如果体型比较小的肚子是有花纹的，像这样子的花纹的话，那个就是原生的，哦，这个鳝鱼，哦，那在都会区我们恐怕比较不容易接触到它，哦，因为它只有在野外的原始环境里面，自然环境里面才容易发现到它。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常常比较熟的鲫鱼啊，哦，比如葱烧鲫鱼啊，哦，哎，这个是我鲫鱼的，可能我们在食用上面比较容易接触到它，那因为它本身也自己也很多产，哦，它的卵它可以跟其他的鱼结合，哦，其他的鱼受精以后呢，哦，它可以接受其他鱼受精，哦，然后呢一样生出鲫鱼出来，很特殊的鱼，哦，所以这个鱼呢就在野外的环境里面比较不容易灭绝，当然也跟它的生存环境有关系，如果是在池塘的话，它的体色就比较偏金黄黄色，如果是在溪流里面环水域里面，它的颜色就比较接近银白色，这个都跟它的生存环境有关系，它所要形成的保护色。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头鳝，大家比较多比较认识或者接触比较多的可能是药炖头鳝，对不对？哦，也是药炖头鳝，可是药炖头鳝呢它大概都是外来种的头鳝，所以大家努力吃是没有关系，哦，因为外来种的头鳝它的体型大长得快，台湾原生的头鳝呢它的体型不大，大概差不多30公分，哦，大概多一点，但是它长的速度很慢，哦，所以依照养殖业者它的成本来看的话，它当然是希望能够养长得快速长得大的，我才能够赶快的把它送上市场，哦，那原生的大概就比较少，哦，比较少，但是它比较烦恼的地方是比较让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里，怕是原生的鳝鱼原生的这个什么头鳝和外来种的头鳝的杂交，杂交以后就变成这个基因呢特殊性呢被破坏掉，好，哦，好，这个是我们所讲的头鳝。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斑鲤，这个还在菜市场偶尔还可以看到，哦，有人在卖这个斑鲤，但是 同样的它不会是我们刚前面所讲的泰国鲤或者甚至更凶悍的小盾鲤，哦，鱼虎小盾鲤的对手，哦，所以他们呢如果跟他们跟这些外来种的鲤科鱼类呢，哦，在同一个环境里面他们都会被 KO 掉，都会被干掉了，哦哦，这个是我们台湾话讲的鲤鱼，偶尔在菜市场，哦，我们还可以看到它有人拿出来卖，哦哦，那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有机会的话我们能够呢把这些的，哦，原生鱼类呢把它复育下来，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样子的环境呢？最主要就是这样的环境比较在我们的大都会的地区呢比较容易营造，哦，包含了公园里面的湿地啦，或者学校里面的生态池啦，哦，这些呢都是呢，哦，适合，哦，湿地或者环水域的鱼类呢，哦，生存。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那从栖息的环境来看的话呢，属于湿地型的鱼类大概都是我们刚刚有最前面有介绍到他们的生活的特性栖息的环境，
包含的水流、水温、水质、温度等等，啊，他们的要求都不高，啊，不高。所以呢，如果学校里面呢，或者是啊政府单位的，或者在公园，或者在其他地方呢，有营造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其实都是适合湿地型的鱼类呢来生存的。那我们想，如果可以以台湾的一些原生鱼类去取代，啊，那些，我们刚所讲的可能是观赏的或者很轻易能够取得的这些鱼类的话，其实在教育上面呢是更有意义，啊，更有意义。好，第二个呢，从保育的位阶上面来看，我们刚刚讲很多的湿地呢，其实它面临了很多的危机，啊，刚刚我讲到污染啊、水源啊、土地啦，啊，甚至外来种入侵啊等等的这样子，它呢会受到很多的一些威胁。好，那这个数甚至有些鱼类呢没有被政府列入保育，我们刚整理出来的大概有七种鱼，有七种鱼它是被列入非常危险的、极危的、易危的或者接近受胁的这样子的鱼类，可是并没有被政府列入保育的。如果我们可以呢，有这样子的环境，我们呢把它保留下来的话，这个当然就更容易呢把这些原生鱼类保育下来。好，那从环境上面来看呢，因为这些鱼它基本上都是属于小型的鱼类，小型鱼类呢，它们都是杂食性的，或者喜欢吃一些无脊椎动物。刚刚我们讲的孑孓，孑孓呢，基本上就是属于它们的一个很好的食物。所以它也可以来有效的压抑，这些病蚊虫的滋生。好，那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有时候在校园里面呢，我们会做这样的呼吁，比如说新北市的永平高中，我们就把刚刚所讲的濒危的鱼类，我们就在他们的校园重新整理过了以后，他们原来也是水泥池。后来呢，把它打造成有种原生的水生植物，然后呢，这个湿地我们刚刚讲的有土有水有生命的，打造这样的环境以后，我们呢就将这个鱼呢，放到这个校园里面来做一些保护。那新北市永平高中大概是我在107年还是108年，到永平高中那边去做的一个鱼类的富裕，那在更早以前，其实是我第一个做学校，实际是三峡的城福国小，那时候呢还没有把这个什么史尼四小八啦、清江鱼啦、菊池四细蓟还没有被列入刚刚我们所讲的濒危、易危的这个等级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在城福国小把这些鱼呢都在他们的校园里面呢把它富裕起来，而且他们有一批老师呢是非常热情的。很热情的老师。好，那所以呢小小的这一块，我们刚刚讲裕民国小这是6平方公尺而已，那我们也营造这样的环境。好，那前年11月28号的时候，新农公园原来的 都会型这个公园的皮塘呢，在陈德峰老师荒野保育协会呢，他们把这个整个环境呢做一个改造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就将一些原生的鱼类呢放到这个环境里面来饲养。好，那这个是我们当时候呢做一个解说现场呢做解说的一个情形。可是还是会陆陆续续发现有民众还是会放生，所以也是不断的在做移除的工作了，不断在做移除的工作。好，那这个我们讲刚刚讲按照野生动物保育法里面，如果你随便乱放生的话是有罚则的，你放了生命也把你的口袋的荷包呢也放出去了，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好，这个是今年在永春皮湿地公园里面呢，我们也将部分的原生鱼类呢放到这里面来。好，这些呢我们当然最主要就是还是希望呢说能够呢告诉大家除了我们用教育的方式我们用富裕的方式，我们用保育的方式，透过山域呢教育一般的民众重新来认识一下这些台湾的一些原生的鱼类啊，原生的物种。因为
以现在环境的破坏情形来看呢，这些物种是越来能够栖息的栖地是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好好的去保护它们啊。那这个呢，是我们在石门区的一个出港口农场啊所营造的一个环境。所以呢，有一部分呢，我们已经做了栖地出来啊。那从前年、去年到今年，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将这些荒废的梯田把它活化。活化呢，希望能够呢，让它也变成一个原生渔猎湿地的一个富裕的栖地啊。所以呢，目前呢，大概是我们比较大的这个去富裕的场地。好，那教育的部分，我希望呢，能够透过各种的教育课程呢，让大家来认识一下台湾的原生渔猎目前的处境啊。那甚至呢，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可以把它保育下来啊。这个是在4月20号上个月啊，在永建国小的马明台这边呢啊，带着小朋友呢来将史尼斯小巴濒危类的史尼斯小巴啊，把它放到这马明台里面啊。那我们是希望在校园里面如果有这样子的环境，我们呢愿意把校园呢也当作是一个方舟，保护这些原生的鱼类，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慢慢的把它放出去把它扩大。那刚刚我们讲一个黄金鱼那我想最后让大家看一下这个黄金的鱼。这个庙在地基的时候看到这情形哈。看完这段影片呢，庙方的人认为呢，发现这黄金鱼是一个好兆头。但是如果呢，你对鱼类稍微比较有点认识的人，你会发现这些黄金鱼是什么？它实际就是泰国里的幼鱼，泰国里的小孩子啊。所以他们讲说，把它捞起来放在水族箱里面养，过半年他们就知道那个不是黄金鱼了，它就是变成乌黑的鱼了，就是泰国里的。所以我想这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他们认为呢是一个好彩头，可是呢实际上以我们来看，那又是一种外来种的鱼类呢在那边已经繁衍后代了好，那这个是呢目前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台湾西边呢在台湾最大的一个栖地啦在台湾最那这个也是后来呢一个保育的一个区块最早以前呢，它还是在分布在很多的汐止、南港、内湖这一带还是蛮多的。只不过现在呢，它已经接着受到环境的破坏，它的栖地呢一直被破坏掉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寻找台湾西边这个节目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对台湾西边还有它周遭的一个生物原生物种呢一个做简单的介绍所以这个。新山木湖它最主要就是台湾西边它多到呢你只要到岸边去看就是一大群就是一大群，所以呢这个大概是我们最容易看到这个保育类的鱼呢的一个场所好，那我们希望呢
我们透过很多的努力啊，能够协助呢这些台湾的一些原生鱼类，甚至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湿地的哦、原生鱼类哦、将它保护下来，希望它能够继续的哦、跟我们呢一起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面啊、哦。今天简单的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哦、台湾的一些湿地的原生鱼类。好，那我们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